星星起来了，你不吃，我昨天跟他说过了，我今天不能吃这个了，不吃这个，吃什么？没东西吃啊，起来去。 鱼，啥？哎，你今天下午来饭馆了一趟，不过你得先照顾一下爷爷奶奶。好吧。哎，你就让孩子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保姆，我们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好了，你怎么能呢？你一个人连起来都起不来啊！ 要不是鱼打扫一个小时，哼，别逞能了。哎，你把我当成老不中用是不是啊？当年我在矿山做工的时候，你还没有生呢，你。这饭菜是你端到桌上的吗？哎，他说什么呀？啊，他说呀，有我们这样的父母是他的福气。那当然了，哎。 C'est 800 euros ce mois-ci, sur le dégagement au resto, aide ma cave. On me ça, boulot. Vert. 你怎么区别他们中间的不同啊？ 不知道，就要看潜规则的意思吧。 我在这里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可我的法门还是那样，没什么进展。那也是啊，除了你，他们都跟我说普通话。 哦，行。这奶奶的东西找到他爸爸以前写的文章啊，还真的留着。嗯，看啊，哎，这篇我没有看过，好像是他最早的一篇。你从来没有看过爸爸写的文章吗？没有。
没有时间，整天在矿山工作，哪有时间看这些？我可都看了，你呀、啊、就是不称职的爸爸。你们别占着地儿了啊，快走，我还等着洗呢。来，嗯，慢点。嗯，好好好，好了好了。哎，明天早上提醒我不要再吃那些麦片了。哼。哎，我的拖鞋呢？哎，在水桶那边找的。什么？水桶？在水桶旁边看一看。我建议你啊，这辈子可不要结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啊，5年就够了。你瞧瞧我现在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啊？我听着呢。哎，雷雨，不要再跟你父亲较劲了。他也一直在弥补他的过去的错误，啊，他也不容易啊。嗯，来，看看这个，很有意思，嗯。好的。你就是要去哪里？我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就回来，不用担心。你上星期这么说，上个月也是。明天饭馆需要你过来帮忙，明天是星期六，客人一定很多。我最晚2个小时就回来，明天早上6点一定会起床，不用担心。别像个没教养的孩子，把东西放下去睡觉。让你干点活是为了你好啊。你同意不同意？我今晚就是去。你马上给我回来，小雨，别走，求求你了，别走。不行，我想把我们涨价走出这个困境，不像你一样。四姐，该给说啥嘛？好不好说？讲点你方式，你别怕，你帮手，还得跟我爸妈啊，还可得。卡普里斯，东方咖啡。别冲坏，我们3口人住在小房子。别冲坏，热水也没有。我还娇生惯养，你还当过记者。用词不当，你面条真好吃。顾客真喜欢，明天饭店一定会很多人。你闭嘴！怎么了？你不觉得丢人吗？来了这里为了这个？云儿，安静点，孩子，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话呀。给他道个歉啊！
C'est toi, You? Ouais. T'es en retard là, il est 20. Ouais, j'ai eu un contretemps. T'inquiète, c'est R. Bon, c'est Greg qui t'envoie? Ouais, je le connais bien. Ok. Moi, c'est William. Et le PD là, c'est Quentin. Bien niqué ta mère. Sympa la coupe. T'es un comique toi, Demi-Lin. Attends, tu fermes ta gueule et tu fais ce qu'on te demande. À la bonne heure, messieurs. Bon, allez, boulot, boulot là. On a 1h23 avant que le type se pointe. You, viens par là, je vais te dire ton rôle. T'as pris ce qu'il fallait? Ouais, j'ai une lame, et toi? T'inquiète pas pour ça. Vous êtes combien ici, monsieur, là? Trois. Vous avez de la famille ici? Juste la famille, mon père, ma mère, mon père. Vous connaissez d'autres personnes? Non. Vous savez que vous n'avez pas le droit d'être ici, monsieur, là? Il va falloir appeler l'immigration. Julia.